的是我玩过最好玩的指甲油，不骗你。什么？超好玩？什么？他是我朋友古德。哦嗨，我是安妮，我们是朋友。耶、yeah ！所以今天要怎样擦指甲油？我们很惨。啊！要来玩这个，好兴奋呢 ！Nailmatic 儿童 DIY 水漾亮彩指甲油组，呼呼！耶、yeah ！跟你说，古德这个感觉超好玩的，因为这个就可以自己制作出属于你的指甲油，自己调配你喜欢的颜色，自己帮你的指甲油命名，然后而且完全是水溶性的，用清水就可以洗掉，儿童也不怕玩的乱七八糟。耶、yeah ！最好还是不要沾到我的毛。呜呼，这边有说明。我绝对看不懂。反正很简单，就是自己任意调配出属于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指甲油。哇！千万不要吞下去哦！啊啊！开玩笑，我没吞。古德，你真的好烦哦！放下去，一瓶里面放三颗。古德，怎么睡啦？我紫色。好，我现在加一点蓝色，看看它会不会变紫色。你再去睡一下。加一点点亮亮的颜色，耶！然后就可以。我有。哎、欸，好漂亮！一杯珍珠奶茶。哇，哎、欸，超漂亮的！哇，有哎、欸！刚刚完成了安妮古德魔法梦幻值。啊，好漂亮，我喜欢哎、欸。古德，你先睡一下哦，呵呵，超级漂亮的。安妮另外还做了精灵芭比粉、星辰大爆炸，另外一瓶哦，我还没想好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你们可以照着配方几滴几滴的调色，也可以像安妮一样随便乱调，做出属于你们自己超级喜欢的魔法颜色，耶！好玩。